稍早的晚间报道，在过去的十二小时中，各大城市发生遭到意外。消息指出，这些突袭并非来自原本破坏性的陨石，而是出现在全球上空的神秘物体。正如你现在画面中看到，各地民众恐慌性逃生，各大城市发生抢夺案件。请持续锁定本台即时新闻，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为您掌握最新消息。有关单位也发表了以下声明，请民众不要恐慌，我们将试图掌控状况。